相信大家都喜欢绝对新鲜，那就选择新加坡农产品。我用本地的农场鸡蛋来做这道菜，肯定你爱不释手。今天特别为你准备红柿金蛋庆团圆，这是你所需要的食材。先把红柿烤12分钟，把鸡肉炒熟，加入调味，再把红柿捣碎。红柿金蛋庆团圆，制作简单又美味。如果你喜欢绝对新鲜，请选择新加坡农产品。庆团圆，前往新加坡农产市场购买新鲜本地农产品。